现在与来宾见面的是神车以上的第一通行王国长。国长呢，从去年的 A B 六舞台呢，给大家非常多的惊喜之外，他本人也非常非常的可爱。今年呢，我觉得他有更可爱了哦。谢谢你们对于国长的支持。那今年呢，他依旧维持高人气，现在台上给你福利满满，而且今年 A B 六舞台只有一场。好，我讲在这里，谢谢，谢谢排队的朋友，也谢谢辛苦在等下等待的朋友，也谢谢你们。那这边我还是提醒一下，把手机的镜头拿一下，检查一下手机的电有没有不错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。哇，我记得去年在 A B 六舞台啊，我们讲都会满满给大家满满的福利，任何的姿势他都愿意做，但是。我们要维持男生的肌肉的感觉，你都不要动啊！好，让猫猫讲陪伴你就可以了。谢谢大家，为了谢谢。然后离开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领一下我们这次特有的徽章，还有我们的贵州舞台，请记得带走。谢谢。好，这个位置很好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
结束之后呢，欢迎你到台湾吃吃美食，好不好？当然要过来庆祝一下我们全集得金牌啦！好，请你们离开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得你们会中文，好吗？然后其他手机的功能打开之外，提醒大家把镜头擦干净哦，哈，镜头擦干净。下午一点钟呢，是我们的专爱礼。
在 MV 的舞台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，三天的最后一场，也欢迎大家点的时候记得回到舞台，好吗？谢谢。原本的尺寸跟现在的尺寸，我在比较。眼光真眼力真好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慢点，越研究这个规矩越严重。Thank you.